远景到场，窃贼落网了。受害女住户仍然紧闭门窗，不敢打开，因为这贼竟然从阳台闯了进来，把她吓坏了，忍不住哭起来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在那时候在干嘛？在睡觉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你有没有家人？他陪你家。他有没有朋友？屋内女性被害人发现后立即报警，并紧锁房门，痛哭失声。窃贼真的很嚣张，二八连假时才拿美工刀割断安全帽的帽带，在热闹的中西区偷了色彩鲜艳的六顶潮帽，还偷了路旁的香炉花瓶。他把这些偷来的潮帽花瓶当收藏，摆在家里欣赏，被远景查获送办，才刚被放出来，竟然不知悔改。七号闯入东区店家，偷走了高价手机。八号凌晨再度从阳台闯入公寓行窃，偷了两个新型瓷器，在度落网。OK， 我拿什么？避免更多的无辜民众受害，特别报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，法官裁定羁押获准。惯窃一偷再偷，真的太猖狂，这一次还把被害人吓得放声大哭，现在总算遭到羁押，不能再到处行窃了。 TVBS 新闻顾守昌才能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